发发慈悲吧，大和尚，急得我眼泪直流，一再哀告。他才答应我门槛前交，说好了大钱，多少块钱呢？三婶啊，给我踩踩去。哎，刘姐，踩踩去啊。阿香，阿香，太太叫你呢，就要拜供了。拜供了，刘姐，我回来这么些年，一直也没让我拜过供啊。我捐了门槛了，我能拜供了吧？捐了门槛，转了运，当然能拜供了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反倒造谣。
站起来卷门槛，我上了门槛就赎了罪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了。这门槛白捐了，也许是白捐了吧。刘姐，人死了真有鬼吗？也许有吧。就有地狱了，地狱死了的一家人还能见面吗？我也糊涂起来，求告神佛也无有用，我何必捐条门槛在庙堂？今天要到庙里走一趟，我要看看劈断了门槛那